转换器，型号 G207A 组装说明。首先确认车架五通面径46mm，通管长度68mm，紧接车架五通两端保持无有滞胀，确认产品与车架五通同样规格，取叶缘端取的边放入车架五通，锁紧驱动边三颗螺丝，依序渐渐锁紧。锁紧后，确认转换器与车架五通两端平行。型号 G207A 拆卸说明，使用六角扳手，从任意边将三颗螺丝松开，将螺丝推至转换器端面。换另一端，依序将三颗螺丝松开，将螺丝推至转换器。拆卸完毕。